心有一点点啊的气啊，咱是顺了通落来。今日我只有用心意来表示母娘降你啊，这是咱先天的法门。我爱是无形的接触，对着原来这种灵性，调整咱现主时的心性啊。这个天意拢是顺无性，爱咱转倒转来恢复咱的神啊。这是点醒凡世间的人这条性啊，这拢是通灵回到祖庙。今咱爱是通灵回到这么清净，愿天这粒精宝，这是咱灵的保证。再来讲通天顺性啊，是灵魂伊的天界，降咱在世现出的，这点则是咱单纯的灵魂，倒转来咱原来这条心意啊，这是咱天元降你，我接倒转来凡世间的善意啊，传伫咱今仔当下的心，真理是天灵界，咱爱度化现在。心灵转开，才是天性；顺着母娘，才是天命。这是咱行清楚的天性，啊嘛是咱即马会当控制的心灵，因为这是天意所赐，咱会当将着心来控制，予伊明净。这才是传理的灵性，对着咱的心嘛。伊这么啊清净，是咱显露灵源这条灵气，顺着通灵这世人，回到灵天这个宝性，咱来看有这么啊顺的天灵啊，是咱兑现这世人。我爱来讲个这么啊清楚的气通啊，今咱只有流通。献伫咱这条清楚的心，灵魂伊爱咱顺这点气，咱爱有落架这个时阵，接到母娘这个灵气，咱才有清净这尊神顺母啊的意思。这拢是清楚的，因为神是清净的，伊是明理的，伫咱人的头前的。这才是咱讲的灵源灵气，知影咱这条清楚的心性，灵伊的现世界，只有看咱清楚这个自在，合咱这个稳的灵气，咱在世间再来讲通灵回神呐。真源本意是天界，现咱清净是自在。合咱这条灵源灵性，咱再来讲度化现主时的心，这是咱处原天的灵性，爱咱转的运的本性，是咱用着清净这点滴，拍通阿母啊这么顺的心，这是咱找出先天的法，有咱这条灵魂的灵气。要对着清净这个天性，今咱只有用无形这粒金，这是咱母娘啊伊的传授，教咱在世间的灵要归元，这是咱清净的天理，啊嘛是咱母娘啊来教咱每一条灵性，啊，这是回之外咱的灵性，转回咱的清净。法界啊，无形这条灵，真源悟出天灵气，转咱顺家应无心，恢复清界咱的天意，灵魂闹照天国，教咱一条正行道啊！天来开灵是咱的祖先，
爱咱活出先天这条本性，是咱现代清净中，母娘啊教咱转的名，这是咱团体的清净，洗净咱个人这条心，天元无形转道性，调整现代度咱灵，世法清果是灵气，转咱定法是先天心。这是咱一条献出的灵气，世间判出先天的顺序，用咱无形定落来，转咱开灵这条心。这是咱应法的天理，啊嘛是咱母娘啊，行出着现代圣意。我只有来讲通灵会出心，这是咱看现这点灵气，啊嘛是咱来讲出家。这条心，无形伊的灵性，要予咱讲到这条青天的本性，这点灵光，这条灵气，只有咱直通先天的顺理，应落是天元的本性，爱咱转转来，则是现主时的清净。你有这点元天的心，咱才有这呢稳，这拢是天元这点理。啊，嘛是咱转动的这条心，啊，要啊，予咱这么稳的灵气，我再来讲顺驾定咱的心，是咱顺着母娘的灵，咱再来讲出驾这么静，你有一点灵源的灵气，咱再来讲兑现家己，是咱顺着母娘这条心，咱再来讲顺驾这么静。真法本意是天灵性，爱咱转转来，则是福天神。咱有这条清净的天，送咱倒转来这条元性，这是咱老母伊的情重，加强咱这条真气，现甲咱这么清楚的心灵，是咱源头这个天理，是咱养有顺母这条心。这是咱团入境，今仔我只有用灵驾这条灵气，转过着咱的灵性归无缘，天理则是天性，定咱在世则是出定。我有母啊，这点灵气转过着我的心，这么公平，这拢是道灵伊的天界，恢复着咱这么顺的心自在。真愿应来天灵气，回咱清楚上天神，无形注定则是咱的灵魂，转咱在世则是应力，这是咱度化先天的灵气，转伫咱这么稳的心灵，咱有行回正法正天，再来讲回报这条心意，这是咱传来现世行。转咱有无心路径，予咱来讲到这条清楚的天。咱有老母来讲到灵性，转过到咱的心，这呢安定，真理的灵源，回咱本灵顺气，咱来通天顺利，应咱无形正路性，咱再来讲出家安定。是咱以灵魂这条灵气，是你来行向清净的心，这是咱原来的灵气，啊嘛是咱对现顺驾咱的心，有咱一点清净的灵气，敢若亲像金宝降落来咱顺心，真理是应道源，母娘转开则是天意呀，清净落驾则是无性。打通咱一点灵清，这是咱传法一点灵气，在世间咱叫醒，母啊这条灵源最基咱的本性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灵。啊，母啊来讲顺咱的心情，你有这么稳的灵气，我再来讲兑现顺家的心，你有正觉落天界。咱才会当转正福天神，
拢是安住咱的天性，拢是转过来咱的本性，上苍伊的灵源，转咱这么清楚的心。我有这条元天的气，带予咱这么顺的性，是咱有这条正法心，是咱搁讲法这么正。咱有一点正天的灵气，带予咱这么顺的心。真源本意是天灵来，看见无娘是正路性，爱咱恢复则是天灵。我有一点正天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加路性。有咱一条正觉正天命，带予咱路加现世性啊！即拢是清净的天，阿婆也来讲遮尔稳的心。我才有清楚这条灵魂，是咱恢复清净的心。我爱有母娘啊，遮尔稳的定，这是咱传法的灵气，啊嘛是咱来讲出家顺利，用咱母娘定落来，转咱开灵现在，这是一条正传的天性，啊嘛是咱道界显灵，度到遮尔顺遂的天理。咱只有开源应表，是咱找回原来这个祖气，咱才会当点咱凡世间这条心。你有这条清澈的天界，咱才会当见元天这条本性。这拢是清澈这点灵性，带予咱在世合理这条清净，真源有路定咱爱，上苍转开现在。是咱清净这条性，这是咱悟出先天咱的本性。一世人咱行透这条灵魂，无形伊爱咱会稳，洗净咱一世人的心。这是伊照着先天的真意，咱只有传到无形最起，是咱以上苍这点天性，是咱行回正法的心。天理有落定落来，转咱气中心会开，这是咱传来清净的心，带予咱老母转会明，一点通天顺路性，爱咱转甲清净，咱的本性。在世咱只有讲用灵觉，现伫咱这么顺头的心明，一条清澈的天界。只有用咱的空中心来，咱只有用着这条青天的灵架，献伫咱的自性心团里，这拢是悟出这条天性，个人修定咱的本性，发射无量伊的本领，咱有清觉源头，无啊伊的心嘛，伊会当印伫咱这个心。今仔我行的是正法。路灵来，转过着我个人的心应性。今日我讲的拢是天性，转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印证着咱每一个人的修行。今日咱爱是真品，这个性格。所以讲，我用着这条正法的天性，要来讲到无形，这么啊清明，拢是在世间。咱的发射发照，今日才会当拍通先天的本性，射出着这条青天的原形。这是灵源的灵气，咱才会当讲到顺母的天理，真法应来现世缘，转咱有稳心的清，是咱以元天落驾，是你以接受这条天命。咱有一点正觉的灵气，转咱顺觉，则是现世性，拢是归咱这条天性，拢是金宝啊，予咱的稳定。这是咱照着灵源的灵性，拍开着咱在世间的心稳定，一点灵觉现世性，转咱气中合本性，灵魂出家，则是灵气。转伫咱这么静，则是无性。咱爱是永远永远，这条灵
无爱阁有生死，无爱阁有轮回，无爱阁有因果，无爱阁有好歹啊！这则是咱儒家的天理。母娘咧教，是咱的中立，是咱的中央，是咱的中和，徛正中，这个真道。咱今日要讲，就是无偏无私，你才会当讲出着老母啊这部经，转过着咱的心灵，这么清，这么自在，这么公正。这就是咱修行第一要点，会当控制着咱即马这个脑神经，活伫咱在世间会当推行。这则是咱讲的真元真理，拍通着咱个人的心气。是咱用着清净的天，咱才转有明。在世间，咱要讲的是天性，予咱入定，才是天灵。真理有落现世界，转咱青天落神来。我有一条清澈的天性，阿母啊，再来讲这么稳的天性，拢是顺甲这点灵气。金母啊，爱咱行。这是顺母的心，真理有来现世形，转咱气中合天定，灵源灵性奉天意，母娘教化落之灵，是咱一点正觉正气，是咱落来先天的心。我有一点落家现世界，转咱清净是天意。灵魂若无娘见愿，爱咱转则是天性，是你这点灵魂的天意，是咱搁讲出家落心，这是咱随着通天的清净，爱咱带有老母这条灵，是咱悟出现代灵气，是咱搁再传清净的心，母娘有这么稳的灵感。咱再来讲顺母这条线，这拢是清净的天性，爱咱转伫无形的稳定，灵魂的天界，使咱清净原来，有咱一条清天的线。你再来讲顺母这么稳定，是咱原天落清净，是咱来到心中的原性，这才是咱随着通灵。这点灵气，世间叫的是咱家己，这拢是通天这点灵性，请用就是培养。我爱是这尼啊稳定的灵气，今日我只有照着天，发射着无形界，咱的性。咱最主要要知影先天性，甲咱即马的惯性习性，安尼我才会当抓定。搁予伊恢复咱的原性，是咱即马做人，你才了会着，你才会当判会准。因为先天伊是真温柔，后天伊是真正博性的。今日我要讲的，就是咱的灵感现个这么顺头的天性，接受着咱的本性，有咱传这条天意。母娘啊，伊要亲身教咱顺这条真理，这是通咱儒家真理回转来咱的本性啊。我爱在世间都要学啊，啊嘛要行啊，嘛要效法母娘这种精神啊。这才是咱彻底要来讲着灵性、灵魂伊的本性啊，真法应来现世形。转咱开家正天神，无形恢复天意，转咱清家落心啊！这是咱清楚的天灵。阿母啊，来讲甲这尼啊稳定，拢是家己为主啦。先天伊只有一点点啊，予咱尔尔。安尼咱这个心啊，就会当归甲这尼正。咱的理啊，你就会当分明啊，了解、理解。这是咱照着通天呐、啊，通天就是空气呀、啊，空气就太空太极啊。这是咱抓定这点灵性，要来恢复咱的本源，这种空间。
咱有这条清楚的天性，是要发挥咱家己的心，行向着正直。这拢是顺着正天的灵气。阿母啊，伊来讲着顺咱的心，真法应来现世形，转咱出家拢实证，是咱以愿天这点气，是咱以顺家这条心，这是咱为定的天灵。母娘爱咱转的精，你有一点偏远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金母娘娘的心，是咱以清净的天灵。金母啊来讲，遮尼啊顺定，咱有原来一条心，再来讲遮尼稳一些，这是咱回转无形伊的清净。是咱带有原来这点子，是咱度到这么顺时的清净，这是咱母娘伊的天界，啊嘛是咱看到现代，这点只有咱的灵气，爱咱行出来先天的心，真法本意是天灵，转咱顺家是安静，我有这条灵天的气，带有咱这么顺的心。无形伊的灵性，只有看到先天咱的本性。我有这点清天的灵源，啊，无啊，再来讲转咱的心安定，是咱有这条清天的真意，带咱母娘传来顺势，天源一条正天理，伴咱永远顺天意，是你行过的上天命。是咱搁再显露咱的心性，这点灵光，这条灵气，只有顺着通天，是咱恢复正元这个天性，顺甲母娘这条元性，以咱清净这点气，掠定咱个人的心发射。今咱要恢复先天的本性，只有调整咱即马落架这个心性。这才是咱传法的天灵，接到转来咱家己的安静。随着这条电波，咱再来讲到母娘伊的原性，接到转来先天，咱的清净，拢是这么稳的灵格，你才会当开源母娘伊这种灵气，是咱要顺甲稳定。这世人咱咧讲的青天脑神，请用到原来。咱的灵性，这条则是咱的本源现世界。青天落架映咱心，转咱有无这么静，度到青天咱的真意。看定老母这条心，这拢是灵源的天性。爱你转到这么稳的天性，灵魂老母娘这条天，咱只有来讲顺家。这么啊静，是咱有这点天元的心，你再来讲有这条灵气。这世我要讲的是顺性，爱咱行的是天灵，是咱用着正天的灵气，要来讲着无形静落来，是咱转回这点灵气，是咱行透这条心。母啊，有这点天元的本性。咱再来讲着顺家现着神，是咱即马转转来。你有这条清楚的天性，咱爱母娘啊，这么啊顺气。我用着这条清楚的天界，徛正中咱的神，无形伊只有这么啊稳定。我再来讲出家这个神，灵魂后照天意，母娘指派你落心。这是咱传法，这个天理对着无形一生。我要讲的是这条天性，本来咱这种无形的力量，这是咱传着心中这条神，出现咱在世来供养。我借着金母这条灵气，显化我家己的心发光，拢是随着母娘有这种信号，我才会当行。正法正端这个神，
是咱顺甲稳定在世。我要来讲开灵接天理，互咱学着清净咱的天性，咱再来讲兑现咱的本性，这是咱儒家的天。咱再来讲正念正的心，我有无形这条天性，再来讲顺甲咱的天性，是咱有无这点灵源，我才转有定这条心，这是咱处灵魂的天性。即嘛，我只有讲天元的性，转过着我无形安静。你会当行的是天意，我爱转的是路心，这是咱清净的天灵。金宝啊，伊来讲遮尔啊安静，兑现呐，这是我这条心，是咱即嘛道家这个信息，这个空气中都老母娘啊这条心呐，这才是咱落定咱的天性。心开甲咱的本源性，恢复咱的正觉正理，定咱这条原性归零。这个天意拢是归空，咱才有母娘这条灵性行入来，要讲讲融入来。安尼，咱再来讲到这条清楚的天界，要讲安尼就是讲母娘一来，啊，是真紧啦。啊，我无法度去形容啊。就用安尼即个力有无？安尼弄入来、冲入来安尼，这是表示我真爱信息。所以讲，我有安尼来甲母牛接触，我才知影母牛伊是真迅速的，敢像光安尼。所以讲，咱爱是这条天性，显露是咱的清净。咱的光过去有讲，一秒钟就300,000的这个光速，咱这个声只有340。这个功夫而已，是这样咱才可以说通灵这个脑神，咱是用金宝这个金光在这里晒出入，这就是咱儒家的天性，接触到咱无形这条天理，真源本意是天灵来，看现儒家这是现在，有咱一点正天的气，咱才来行顺家的心。这是咱道灵这点灵气，显露清净咱的心病，是咱原始合天性，是咱一世人转的境。我爱是这点灵气，要来讲着顺甲咱的天性，是咱有这条本源本性，咱再来讲顺甲这尼啊静，是咱用着心来发射。用着平稳这条灵气，这本来就无什么速度啦。但是咱今仔日要讲的是这尼啊清净啦，爱用着咱凡世间的数字啊，安尼来分别。今仔我讲的拢是以清净合咱母娘这尼近，我才会当用到母娘这个整体内底。这就是咱的发射本性，要让咱个人心的公平。这是咱传法的灵性，一过去，咱就倒转来先天这条心嘛，是咱原始的天性，是咱转回清净咱的本性。天元本意是灵法界，现咱清净则是路性，转咱有定则是显灵。真元本意天灵界，现到青天转心来。无形安住，这是咱的天；爱咱行，这是咱的出用。这是咱儒家先天性，爱咱转来这呢安定。你有一点正觉正天理，咱再来讲顺家应无心。天元则是咱的灵气，得到正觉则是咱的顺天。我来应道现世现。转咱一点去同心，这是咱为主的天灵。我再来讲化开我的心境，一条正天五德珠啊，洗了清界五本神啊，一条青天出天理啊，我爱顺家母娘去啊，咱是正法这条天性啊，悟出现代咱的本神啊，照着灵源这个灵气。灌伫老母这条心诶，
这是咱清楚的天灵，每一工落架伊的现世心，拢是这条清界咱的天理，拢是顺界咱的圣意。天元本意是天性，开元转道是显灵，无形出家则是灵气，转咱上苍则是心清。这是咱落架现主时的灵气，灌伫咱即马家己。修炼啦，只有这点灵性了呢。今仔咱要讲的，只有家己的清净，这是咱原体的灵性，元神甲咱关得掉的，是咱以这条清楚的天界直观咱的无相。今仔咱要看，看会顶顶顶明明明，这才是咱要爱。啊，你莫伫只看的模模糊糊，啊，甲当作真呢？是咱以这点灵气，个人的定性啦，个人的判断啦。你要徛头壳顶，还是要落去涂骹下，还是要搁伫咱肚脐接生？是咱归元这个天性，咱再来讲顺家这尼啊安定，这是咱传法的灵气。要来讲到这尼啊顺家，咱的天性，真法本意是天灵来。悟出这点青天在，转咱落定这点气，落架上苍咱的本性，调正咱的天灵，复回咱原来本心，是咱这条青甲源头，咱保留嘛，一定咱这个素质。今仔日当养成咱原来这个本性，恢复咱即马讲太素了。这才是咱恢复清净的天界。对着咱今啊心中这点架，咱的心恢复咱的元素，这就是咱天灵的本意，予咱奉着母娘团聚。正天然后照灵气，奉着先天咱的清净，咱才有金母降理，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性。直达咱在世间的通灵为神，这才是咱灵魂伊的灵驾。在世咱要讲的清净的本心，是咱原来这个天意，是咱母娘甲咱开。真灵现世转一清，世法定咱本心，传咱一条正法界，落着清净咱的心性。是咱原始合天灵，是咱转来安静。母啊，伊爱予咱遮尔啊清，一定法门。咱随随着母娘这条灵驾，这是通着咱现主时的灵气，要活伫在世间，咱来供养。无应该爱你落功，安尼咱才有这条清楚的天界。对着无形，你若讲着无形。一定要去思修，安尼这条路你才会当明判。受着咱即马这个气的电波，甲你引甲你这个脑神的信号，这才是咱真正的天性。你今日若动着思心，你这条灵线断啦。这就是咱回着青天的真意，咱对着无形界这条灵性，母娘拢是咧甲咱刺探，咧甲咱训练。要让咱这个心搬来搬去，看你真正会当行正中未？是咱要来用到这个中正啊，啊，母娘则用到种种的办法来试你的胆，来甲你调解，来甲你调正。这是咱随着通灵，咱在世间要讲的清净，现咱有定顺落性，爱咱转开现世灵。是咱一点清天的气，咱有这个灵源灵性，只有来讲着通天清净。不应该，伊要讲的是顺咱的理，今咱爱是上冲这点灵性。你要倒转啊，一定爱真心。今日若无真心，你就无法度见着母啊，母啊就是佛，就是道祖。所以讲，今日要讲的。是在世间，咱称的佛祖、道祖，但是咱的灵的，只有讲咱的母体、咱的天体、咱的天元，
咱的太阳。这就是咱讲的青天露伽，要来讲到这条清楚的天灵，咱有这点灵源灵性。咱知影这个太极的顶端就是太阳嘛，太阳来就是无极啊，哦啊无极则生太阳，太阳则生太初，啊太初则生太素，太素则太素，啊则有太极，则变两仪，啊则有五行。所以咱讲仪甲五，就是阴阳两气甲五行的升级，甲咱即马咧讲的这个形啊甲咱合，是咱用安尼一点灵气。咱就知影，这个青天是顺安尼落来，是我即马这点灵性配合着母娘这条原型，导着这条灵气，我爱稳定一世人，是咱即马行的法门，这条路、这个功课、这个作业，是咱以这条清楚的天界，母娘是用心咧甲你栽培。心外是咧甲你靠的，真侪人拢伫心外遮有无？拍甲球有无？找无到心内这条路，这就是个人你的选择。你每一工的念头，你这个念力，今日母娘已经甲咱讲破啊。当然，你要做甲安尼，是真正无容易啦。唔再讲这个太阳有无？讲有诶讲变热，有诶讲。不易有无？啊，有诶讲干易有无？啊，这是个人去选诶啊。现咱有定是天性，爱咱转来是天命。今日拢是上冲一点神，咱爱是顺甲这样稳定。世间也是用心咧行诶啊，但心是看无啊。但是心也当指挥咱诶身躯啊。你所有做出来。诶，这个后壁表现啊，但是咱只要讲心内有无，啊，这都要看你传出来这个电波啊。你是会当教家己，啊，是会当搁引别人啊，啊，是你只嘛走入来这个平静，这个太空啊，这就是咱见母的灵性啦。个人受教、受教育、受教化，所以讲你要行道，一定要先教育。这是咱通天的本性，因咱要倒当个属性嘛。属性就是这个自然的法啦，大道所认定的。这是咱开破，这个先天理啦。啊，无大家拢伫文字对遐说来说去，无形会当敢若像讲生这个天地哦，啊，无情会当用到一挂清，迄是一个表示啦。虽然你听起来有理有无？但是无形是爱你家己向着这个天空所有的原料、所有的原神呐、啊，自在安尼啦，是咧开你的心啦、啊，这么稳定啦、啊，莫有迄个挂心啦、啊，爱挂真正性伫顶端啦，是咱这点青天的本意。咱要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天，显露是正法路线，爱咱转来是显明。我有这条正天的灵气，咱再来讲学甲这个顺势，用来度化先天灵，转咱开甲现世情，这是咱顺着天性。阿母啊来讲着这条元灵，真理用来度灵元，回咱清净心如清，爱咱有加如真意，表明先天如基呀。今日要发射着母娘的电波，咱一定要有家己为准，因为这是天元这点气，大道显明咱的心。咱要有这种公正、公平的产生，这是自然的力。啊，你莫照着咱现主持过去的这个记忆，啊来直接讲，安尼就差真大过啊了。咱咧讲的是先天的。先天是要照现主是给咱这个资料的，你心若无静，若放袂落，你就提无物件。所以讲，这拢是咱的经验啦。这就是咱传灵的天理，要来抓定这世人的性，真法本意定落来，转灵气中合天意，
心灵复原转入心，是咱一条正法正天理，是咱悟出先天气。咱有无形转天来，导咱气中顺天心呐。照着清净咱的灵气，打通咱个人的心，这才是咱传法这点缘。我有这条清澈的天意，咱才来悟出在世间咱的心病。是咱顺着通天的真灵，咱再来讲顺家这么啊正。我爱是随咱的天性，爱咱讲的则是天命。是咱恢复灵元灵性，你才转有这么稳的天性。我有这点灵天的家，再来讲着顺利这条天命。咱有一点正法正灵，才带有先天咱的本性。这是咱儒家的天性，啊嘛，你爱讲到这条天命，我爱是顺咱的无愿心，这才是咱清楚的天灵，徛正咱的心情，咱有一条清天的气，带咱保留这样顺，是你以清净的天缘，啊，要也来讲顺甲咱的心，有咱这条正法正路性。打通咱的本源清净，这是咱顺着灵天的气。我再甲你讲顺家这么清，咱有母娘这点灵性，再来讲着顺家咱的天灵，有咱一点灵法界，你再来讲通天顺原来，阿母啊有这点灵气，你再来讲兑现家己，是咱源头这个天性，使咱稳定这尊神。这拢是上冲咱的灵源，转过着这么稳，咱的心是咱找出着正天这点气，啊嘛是咱见着老母，这是儒家的天灵，看见咱家己的心境。我爱是这条灵气，转过着这么平静的心，天元有咱路定，转咱气清灵。是咱在世的灵性，是咱悟出这条天命。我有这条灵天的真，大母传到这么正，拢是出定咱的灵气，拢是搁再顺转来咱的心。是咱恢复天元的智能，咱才看有先天来到的心病。你有这条正天的灵气。我再来讲顺甲现的清，这是咱无形的天性，转过着咱的心清净。我有这条正法的灵气，再来讲顺甲咱的心性，是咱恢复清净的天灵。啊，要也来转甲这尼啊顺，这是咱照着清净的法。无形伊爱用着真元，要也爱用着咱这条天理。这个法是咱的原性，今咱用自然的法，生伫咱在世间的定心，写出着金木这个力，这才是咱照力，予咱在世间会当稳定落来。今咱的启动，就是咱母娘一种灵气，转过着在世间咱的心神，有咱一点清楚的天界，咱只有进入无形中的原神。这是咱找出着通天，一世人咱讲的本源神，是咱有这条清天的真气，咱再来行入无形这条神，这是咱转一脉的天灵，嘛是咱用着正法这条教，真理现来是灵气，转咱归元是道神，咱有这点天元的本意。再来讲顺家母娘啊，伊的心，这是咱以清净的天灵。啊，要啊来讲着稳定的心意。你有这点儒家的听，咱再来讲顺母这么正的心，灵源现世定咱性，爱咱转转来无形境。这是咱传这点气，记咱老母这么顺的心。是你以清净的天灵，
阿母也来讲，遮尔安静，恢复一条灵气，咱只有行入正法这条神，这是咱转来天元的真理。啊，嘛是咱来讲顺家的心气。我有这条青天的本性，再来讲顺家咱的安定。真法现来是灵天神，转咱归元遮尔静。啊，要话来讲道灵，这是咱在世见咱的天元。要话伊随咱清净的这条心，这是咱传法这个天性在现场。今仔我要讲的是现主实生，这则是咱对着源头咱的本性，老母娘娘降临，这是咱接到的。咱会当应母娘这条元神，伴咱伫遮做功课。这个天意只有用出窍，咱才会当讲通灵。因为通爱伫咱即马讲空，出窍就是出空。咱今日要爱是个人的本性，转过着咱母娘这条元神。所以讲，拢是圣神合作伙，咱才会当行甲这条清净的法门，这个法力是阿母阿师的，所以今仔日咱若运转偌济，这个力就偌大。所以讲修炼的，你只要这个心境，你所有发射这个力量，就是照着你即马讲的这个电波，这个话语来到着这个坎站，大事是安尼分明的，这就是咱的积福。慢慢咱要成这个果，所以讲用着这个心果来讲，这才是真正咱现主时的品果品格。随着咱个人这种点化，咱这个心才会当产生这个神的品格，拢是顺家这点天性，拢是接着咱先天这个本性，灵源应来现实形。转咱归灵是天意，今咱只有用灵魂，灵魂伊是去念的啊，啊无成这个相貌啊，无这个形象啊，所以我只有用着电波，因为电你嘛看无啊，安尼才会当混合。世间要讲无形的，要讲对等啊，咱开天以前的这个身体，是用这个力啦，咱用。阴阳两气倒转来咱的源头啦，这个中心点静伫遮，这就是咱传法的本性。啊，你个人这个心找有一个主头，现咱有定，则是灵气；转咱顺家，则是定性。天元本灵是天意，悟出这点则是顺理。咱有一条正法正灵，再来讲通天顺定。是咱以灵天的本意，是咱搁再顺加落神，咱有无形这点灵气，转伫咱这个平静。我以这条青天的理，拍通咱个人顺道转来这条心，这拢是天元的清净，爱咱落加这条心。阿母啊，有这点灵意的清净，转咱顺加应天理。道灵归元落心，咱爱是天元这点气，教甲咱这个顺这条心，拢是稳定咱的灵性。一世人咱要行是道灵，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源。阿母阿来讲定会知，上苍闹这点气，咱爱向着这条心，这是咱随着通天的本性。爱咱看出来金母的天命是灵源本露性，是咱拍通这尊神母啊，又真稳一工开，咱再来向这条心，这拢是天元伊的灵性，本来拢是无，但是要甲咱这个心教育啊，要提醒你这条灵性啊，倒转来咱这个级数，若无用安尼来表示。咱的心无啊多清楚，因为母娘爱我用着，我即马会当知影一点一滴，
来直接讲破。这就是咱上界小心、上界细心的，非常的细腻。双宝娘伊爱我慢慢啊讲，每一工一直甲拆破，拆破甲咱内底这个心境，这才是咱回调的天性啦。因咱粗线条的，慢慢啊宝娘，甲咱这祖祖祖祖啊，甲加掉，甚至于啊，这骨头佫甲磨掉。我甲咱即卖即个敢若像机构安尼，紧紧紧，骨骨骨，啊，这才会一致啊！这才是咱真正讲，你功夫真好啊，真有意啊！啊，你若初线的功夫有无？啊，都大家望者嘛无啊，未欣赏。母牛是要予咱即卖即个鸡，咱若有甲即个悬的生活甲遮，予大家会当欣赏佩服。这才是咱一个一世人要讲的。真修啦，是咱用安尼寄伊啦。啊，无无形是无咧论这啦。伊只有讲咱头壳中心点尔尔，见着咱头壳顶，即个无形，即个空气，咱所有的能力，是咱元天即个灵气，是咱讲出着真法即条心，是元天道天性，是咱转过来清咱心。咱有这条元天的本意，无形转咱这么顺势，因为母啊，伊无这个体，伊无法度讲话，只有灵尔尔，灵伊都无形尔，所以讲这个地庙嘛未当讲话，地庙伊会当引我这个心灵，转过到我现主时的配合，所以这个天地只有靠咱人。咱人是上界悬的这种智慧，所以讲我在世间学着，照着先天所有的精气，今日我才会当讲开无形界这条天性，修行咱进入到这个中央，是咱传法这个灵界，是咱搁讲出家咱的本性，无形青天如法性，转咱一点去通灵。这点灵家的天意，只有顺到咱的稳定，拢是照着天缘。阿母啊，伊予咱这尼啊顺，是咱在世间这条神，咱拢有神啊。哦，你神，若脑筋睏下去，你神就精彩啊。你咧处理代志有无？就分明真紧啊。但是咱若小可暗时睏到袂去有无？你明仔载这个神哦，就较分散。这就是咱讲这个政治啦。咱原来要控制咱这个身躯，甲你今啊所有无形所想，今日咱就是这个神的作用。你这条心会当得到这个精彩，咱才会当看到咱原来迄个本性。是咱随着这个电波，扭着你这个脑中心。你才会当讲到正法的神。今日咱有超过啊，咱看真济啊，咱体会真济啊。你若无心直接讲课有无？你容易恍惚啊。你这个神在走去倒去啊，干那这个声音尔尔。所以讲神是甲这个气，伊是配合的啊。气是用声咧传的啊，啊声是现主时的话啊。你传出来这个电波信号灵文啊，这拢是连带啊，或者一贯，咱的道理一贯道嘛。这就是跟你讲，你要恢复本性，你这条金线一定爱会当归元，是咱这条先天的灵气，要跟你讲甲这么清楚的脑神，天元有落现世界，转咱气中合天意。度咱归元这条神，咱有无形正天理，再来讲顺家应天意。阿母啊，伊爱咱有顺，咱再来应母这条神。咱有这点灵魂的天界，再来讲清净，咱的自在，合在咱这条元天的灵性，咱再来讲开元。今日是咱的元母。今仔是咱的元性，咱才会当传，甲这条清净的本性，带有咱老母这条灵感，
现伫咱今啊，这个道场，这是咱以清净的天理念动啊，咱顺家的母意，是咱恢复清净这个天性，咱再来写出着法界这个天空。好啊！Yeah.
Thank you.